Chinese party, Chinese party.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party, Chinese party.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Hello, welcome to Chinese Pod, Mandarin on your terms. Hello, Aggie and John, two of my best Chinese Pod friends with me today.Hey there. Hi, Aggie here. 那么 John 和 Aggie 来了，今天我们就是有一个终极的课程，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说的一个是跟中国文化，可能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非常有关系的一个一门艺术，就是书法。那啊，书法。你对这个了解的多吗 ，John？ 不是特别了解。那其实书法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来就是理解这个词语本身的，如果你不看英文解释的话。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书法，我就会觉得这个怎么写的怎么这么乱，这么乱。因为对外国人来说，你会觉得其实写这些字看起来都差不多。对，而且背后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学问啊，因为英文和中文很不一样嘛。英文就是26个字母组成的，对吗？对，我刚刚开始学中文，可能我觉得越清楚越好。我的理解呢，对于书法可能是书写的法则或者是艺术，对，然后呢，就是办法，对，可能是一种最好的书写的方式啊、好，但是我现在不是这样想，你现在觉得想什么呀？我有一点，我就是现在我可以欣赏，因为越来越一点点，因为你的这个中文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对吗？然后可以稍微也不是语言的问题，是艺术的问题，对吧？所以你现在比以前更加的这个有气质，更加能够欣赏艺术。我觉得他是对汉字的了解更多，然后就会觉得你有一种感觉能知道是怎么样好看，怎么样不好看。对对对，需要多看。对，那我想在其实学习书法的时候，有一些词语呢是特定的，我们一定会用到的。所以在听今天的对话前，我就想先把这些词汇挑出来说一下。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书法，一定会买字帖。字帖其实它就是一本里面都是可能是一些书法家很有名的写书法的人写的一本书，然后你照着这个帖呢你去模仿，或者我们在书法里面他写的比较好，临摹。书法里面我们很少说模仿别人的，总会说临摹。还有画画啊，你如果照着那个什么毕加索啊或者什么画，你是在临摹毕加索的画。那就是说字帖是一种 copy book, practice book。 对对对，比较像这个意思的。他写的比较规范，你可以照着他。对，可以帮你打很好的基础。 是不是tracing？ 也不是 tracing， 你是在写你自己的东西，你只是看那本书做一个样本啊、好吗？那还有书法里面的概念就是文房四宝，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文房四宝。那中国最近我首先听到的是宝字。对对对，宝贝的宝、对，那我想到中国现在有一首很红的歌叫吉祥三宝啊，那个蒙古歌、这个我听过，听过，对，蛮好听的。吉祥也是一个很好的中文字。对，那文房四宝其实文房是书房的意思，对，你在这个里面读书写字、学文化的地方。那么四宝呢就是四件宝贝、那在书法里面这样，你知不知道这四件宝贝是什么？不知道。那其实当然就是和写字有关的，你工具啊，毛笔、我先跟大家说吧，好吗？大家有些朋友肯定会知道了，毛笔，然后还有这个墨，对吗？对，一块墨就是那个黑色的东西，你加水，然后在砚台，这是第三样宝贝，砚台上面磨。砚台其实就是一个装墨的东西。对对对，然后上面有一个像石头一样的东西，能够把那个墨就是搅拌磨成就是很细腻的那种墨水。所以墨其实是那种好像 ink stick，然后砚台，对，它因为是像一个 stick 那样一根一根细细长长的东西，然后砚台就好像是一块这个 stone slab，
你在上面磨墨，然后就可以写出字。一个是 brush， 一个是 ink stick， 一个是 stone slab or ink slab。OK， 然后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就是书写的纸。对，而且这个是宣纸。对，就现在我们用的这个，你比如 A4 的这个copy 的纸是不能写书法的。对，那书法是用，像你看过那个很薄的那种宣纸。就是会把它裱起来，有点透明的纸，那个纸非常非常的薄，有点透明。我看到过，所以我以为你们用这个来 trace 啊，不是 trace， 虽然有它是透明的，但是我们其实是自己在上面写，而不是去这个直接的模仿，直接的这个拷贝别人的字啊。我觉得这个模仿的那个纸会更加透明一点，但是宣纸呢，它是比较软韧性比较好。那 Aggie 为什么要那么透明？不是特别透明，但是会比较薄，它透明是因为比较薄。我觉得可能我自己不是很清楚，但其中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以前的这种制造纸，造纸的技术可能不像我们现在能够达到那么好的程度。我觉得是因为它质地比较软，对，然后它毛笔写上去的时候吸收比较好一点，所以字会很漂亮，对吗？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已经先讲了很多还没有听课文呢，关于书法的东西，对对对，来听一遍吧。老师，您看一下我这次写的字吧。看得出你很用心，你的字一直都在进步。谢谢，您推荐的字帖我都买了，欣赏这些书法家的字真是一种享受。的确是，我觉得你现在总的来说已经有书法的感觉了，字写得很端正，很秀气，但是还不够流畅，你对字的结构掌握也需要进步。我正为这个发愁呢，我还专门买了文房四宝来练习，可是我的横和捺还是写得有些别扭。别担心，只要注意握笔的姿势和多临摹字帖，就会越写越好。好，那今天我觉得这个课文里面他们把书法很基本的概念都概括了啊。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文房四宝还有字帖临摹之外呢，还有一个在书法里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而写中文字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笔画。对吗？ Strokes。 对，对，那 John 应该知道一些基本的笔画。知道。你把你的这个手提电话手机拿出来一看就知道了，下面会有。那要是中国版的手机。对对对，这样知道哪些笔画呢？点。对，点，这个是最简单化的这些。什么横。横。竖。竖，对。对，还有撇。撇和捺。横竖撇捺点。对，这个其实就是组成最基本的，对，组成中文字最基本的这些笔画。我记得一个外国朋友在学习中文的时候，他很有意思，他一刚开始不了解那个笔画的规则。Hey guys, it's Michael here at Chinese Pod, and we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of our faithful subscribers. If you're not registered ye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and get 20% off.Use promo code GET20 at checkout to get 20% off your first year. 就是我们有先写哪一笔是有规则的，你仔细的看一些那个中文的书，他会教你那个笔画的顺序。对对对，对。那一刚开始他不知道这个顺序是什么，他就最基础的临摹，比方说写一个田字，他就写先画一个框，然后中间加一横，再加一竖。对，其实我们是有那个方向和前后左右的顺序的，对，没错。而且我们是一定要把就是封住这个框的最后一笔放在最后，对对对。Stroke order is very important. 没错。那为什么？为什么？而且我记得小时候还特别，他老师问我们特别难的，因为这就已经成为一种规则。可能我知道为什么，你们不知道吗？
啊，那为什么？怪不得他问我们，原来他是想怎么，难怪他有一个表现的机会了。对对对，给你们面子嘛，你们都不知道。那你赶快来解答吧。对，我们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字写的快，如果你不尊重这些规则，嗯，别人看不懂你写什么。嗯啊，而且我觉得呢，你要按顺序来写的话，字会写的比较漂亮，你觉得吗？对，而且我觉得可能跟我们整个中国人的那种思想啊、想法蛮有关系的。我们说那个做事情要有始有终嘛，有一个好的开头，也要有个好的结尾。我们还专门有一个词叫做倒画笔，就是你要是把那个顺序写错了的话，老师就会说啊，你怎么写倒画笔？你不该怎么写，你就把那个顺序弄倒了，就这个意思。哦，好的，倒画笔，对，就是倒着写的那种笔画。好，那我们其实再来看一下，说到写字的时候，有一些形容词都是用来讲一个人的字写的怎么样的。没错，那我们都很怎么说呢？很希望我们的字是很端正。嗯，这是中国字特有的，很追求的一个特点，端正，一定要方方正正的。就是说，对一个初学者来说，你的字一定要端正。有一些人写字比较草，一笔一画都连在一起，这个呢，你一定要打好很好的基础。你先要学怎么写端正的字，然后才能去学那些比较草的一点的字体。那么，端正应该是regular, proper, 或者很 neat, 很干净的那种。电脑印出来的是不是最端正的？没错，当然了。然后但是呢，电脑印出来我觉得就会缺一点流畅，其实这个在那个书法里也蛮重要的啊。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灵气，好像这样东西是活的，有生命的，对，感觉太死板了。对对对，这些我们在课文里像端正流畅都提到这些词。那还有一个女孩子，流畅是fluid, 对吧？对对对对， smooth and flowing,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那还有一个词其实是形容女孩子的，对，比较形容秀气。对，像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elegant. 对，长得很秀气。对， delicate, 所以中国有一句话都很秀气。谢谢。那你知道在中文你说一个女孩子长得很秀气，你就在暗示她长得不漂亮，她只是秀气，是或者 delicate, 或者是文静。对对对。那我说你们不秀气怎么样？哇，可以。那不是一个很好的描述，所以夸人也很困难。对，但是中文当中有一个词叫做字如其人，或者你也可以说人如其字，就是说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其实在你的字你的笔画当中可以体现出来。这个怎么说？人字如其人，就是你写的字像你的人一样，或者人如其字也都可以。那你们相信这个吗？我蛮相信的，我也有一点点相信啊。就是我觉得你可以，以前有人专门分析别人的笔画，就说你要是一个比较大方的人，你写的字会比较的大。对，因为这跟拿笔的姿势啊，还有你自己觉得哪一种字体漂亮都有关系。其实不完全是你潜意识 subconsciously 在体现的东西，而是我觉得蛮有那个自己有意识在培养你的字写的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英文里面也有这个同样的说法。对，但是我们说这个叫 graphology, 是一种 pseudoscience,对对对，假科学。其实像很多时候犯罪就是什么去法庭作证笔记可以做，字迹鉴别要作为证据的嘛。那外国人写字怎么办啊？肯定比你们，我觉得也有区别的，就是但是你写英文是没办法写得漂亮，怎么办？你写英文会有感觉的，就是写英文可以推断出你的感，就是人的性格或是什么样。好的。那今天其实我们我觉得是一课，我们三个人话都很多的一节课，然后因为也讲了很多这个书法的这种乐趣在里面。我觉得学书法其实是一个全身心的享受，你可以静下心来，可以去就像这样说的，欣赏这种书法的美丽，对吗？对，欣赏 appreciate, 对对 对, 对。那同样你的字写得好呢，别人如果还没有看到你的人先看到你的字非常干净非常秀气或是非常整洁，对，就会对你印象非常好。所以你知道，所以练习书法还是蛮必要的。对，所以我看报纸上说有很多的年轻人嘛，现在都是
在买字帖，在努力的重新练习字，因为就是现在用电脑太多了，所以字写的不好了，不像以前会这么注重写书法写字了，对吗？我们也要好好练练我们的英文书写。好，那么其实最后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我再有一点想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说的书法其实基本上是用毛笔写的，对吗？但是我们现在在中国平时写字不会用毛笔，都是用钢笔。对于毛笔，我们应该属于一种软笔的书法。软笔的书法，对对对。对于圆珠笔或者是钢笔，但通常来说不会用圆珠笔去写书法。但是用钢笔的话，我们称之为硬笔书法。但我们平时写的字，其实这个基础可能就是来源于你小时候学书法用毛笔在练习，对对吗？哦，我觉得毛笔太恐怖了，我完全不能 control。哎，其实在中国你知道我们是婴儿的时候生下来，你的头发剪掉就做成一支毛笔，经常是这样。真的，我自己就有，就是很有一个胎毛，婴儿那个我们说胎毛小 baby 的头发。人毛笔啊。对啊，可是你不会用它，但是只是一个纪念啊，这样的。你给它这样起一个名字听起来还蛮恐怖的。完全就丢失了那个里面的意境了。对。好的，那我想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遍对话，但是我们三个人要先跟大家说再见。嗯，好吗？下次见。Okay, bye everybody. 老师，您看一下我这次写的字吧。嗯，看得出你很用心，你的字一直都在进步。谢谢，您推荐的字帖我都买了，欣赏这些书法家的字真是一种享受。的确是，我觉得你现在总的来说已经有书法的感觉了，字写得很端正，很秀气，但是还不够流畅，你对字的结构掌握也需要进步。我正为这个发愁呢，我还专门买了文房四宝来练习，可是我的横和捺还是写得有些别扭。别担心，只要注意握笔的姿势和多临摹字帖，就会越写越好。Of all the podcasts on the net, we're one of them. ChinesePod.com. Mandarin on your terms.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0158.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0158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0158.